想要看到台湾文化的缩时，还有土地的现代面貌，所以我当时在想，我到底要怎么样让这些感动人的声音，就是可以留在场馆里面的？它其实就是可能是要用一些技术上面的来克服，把他们的声音能够留在现场。其实我之前策划活动，我还蛮善用就是投影机跟人的表现跟城市互动的关系，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出现的这个声光效果，还有让大家看到画面上的转变是会最及时的，而且场面是最大的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我当时在服务这些不一样的公司可不可以跟我合作的时候，其实因为我发现到中场光电他们是一直都对文化艺术有所投入，我就很希望说他有没有可能可以来帮助文博会的主题馆，也可以把这个概念从文博会的角度去做更好的延伸。其实，在场部的搭设非常痛苦，因为华山文创园区是有地基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承载太多的舞台灯光或者是投影机。所以奥童华有两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觉得很感激。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在大舞台上面，我们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投影机，它可以去呈现最好的效果。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是，我们空间是在古迹，所以我不能够每件事情都吊在天上。我们有个机器是内投影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藏在我们设计的空间里面，然后内投影所以投在展场上，所以有很多设备上面的取用跟这个应变上面，我觉得奥童华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灵活的可能，所以它可以达到最好的这个影像效果。